国联合大公国一栋呢35层楼高的大楼，在当地时间7号晚间发生大火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呢，火势没有向左右扩散，而是一路笔直向上蔓延，还不时喷出了火花。根据当地媒体报道，发生了火警的高楼位在全世界最高楼哈利巴塔附近。当地时间7号呢，半夜2点20分左右突然起火，火势一直到3点45分才获得控制。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消息。